近日，有网友发文称，双十一后李佳琦直播间都是新人和助理在播，怀疑李佳琦是不是要转到幕后不直播了，引发关注。此前花西子79元眉笔事件后，就有消息称李佳琦双十一后将彻底停播，最近因李佳琦较长时间未现身直播间，引发网友热议。据悉，李佳琦是备受关注的网络红人之一，他以其独特的直播方式和犀利的口才也赢得了网友的喜爱。李佳琦几乎每年的双十一大促结束后都会进行不固定时间的停播休息。11月20日，李佳琦在双十一后首次露面，现身上海2023美万乔迁开业仪式，并参与剪彩活动。11月21日晚，李佳琦在直播间正常直播带货，